中国新说唱的热播再次为那个掀起了嘻哈浪潮，整体还是延续上一季的模式，唯一不同的是制作人团队增添了新的成员，邓紫棋的加入为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。由于上一季节目的大火，嘻哈音乐也算是成功的打入华语乐坛主流圈，也让众多的地下 rapper 看到了契机，国内有名气的 rapper 都来到了中国有嘻哈的舞台。除了上一季的那句你有 freestyle 吗，吴亦凡再次带火了 SKR 这个梗，凭借着优越的外表，吴亦凡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。但近日吴亦凡却深陷在与虎扑开撕的局面当中，节目中的吴亦凡点评 rapper 时用到了很多的专业术语，又十分的严格，是给选手最多 fair 的制作人，至此备受争议他自己的业务能力到底如何。因为在某档综艺中，吴亦凡被点名用方言讲一段 freestyle， 然后便出现了让网友印象深刻的你看这个他又长又宽，就像这个碗他又大又圆，被网友调侃幼儿园级别的 freestyle。 先是出现网友给吴亦凡取名嘻哈界的王语嫣，寓意为点评很在理，自己会不会就不止到了。随后虎扑在微博上放出吴亦凡被修剪的现场，的确是出现了很大的瑕疵，算是很严重的车祸现场，连中国好声音走出来的 rapper 也 diss 吴亦凡的说唱水平。随后吴亦凡发微博回怼虎扑，这是经过特殊处理和消音过的，并不是自己的真实水平，并回复等着 diss track。 中国有嘻哈两位评委遛狗和潘玮柏也发声力挺吴亦凡，这狗回复网友称吴亦凡是他的兄弟，他为中国新说唱付出了很多。上一季吴亦凡战队的 TT 也发歌力挺吴亦凡，也是第一时间炸了那条微博。如今潘玮柏也挺身而出，打着 Peace Love 的大旗，想要平复这场争议，直接开骂键盘侠。获得两位评委力挺之后，吴亦凡在7月30日8点发布新歌 Diss Track， 歌词犀利，直接的回复了质疑他的人，也表明了一些自己的态度看法。吴亦凡表示这首 Diss Track 是对说唱文化的尊重，用音乐回应抵制网络暴力，也是很真诚的用实力打脸键盘侠了。吴亦凡的做法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力挺。吴亦凡从小在国外长大，深受说唱文化的影响，也有一个自由表达自己的机会，后来作为 EXO 的成员在韩国出道。要知道 SM 公司韩国最有实力的造星工厂，吴亦凡在组合里也是负责 rap 的部分，实力也自然没话说。今天的 diss track 也是用实力证明自己了。本文为企鹅号作者原创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本企鹅号，转发此文章免责声明，文中图片引用之网络，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